中午好哟 ，Hello 大家。几点睡？五点差不多。谢谢冠伟的小暖阳，中午好哟。谢谢十一的爱的熊抱。谢谢小伟的啾啾你哦，五点起来五点睡，对，五点睡，然后今天三点起床。谢谢 River 的爱的熊抱。头发爆长，头发长长了，绑起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它长长，但是放下来就会很长，尤其是烫直的时候就会很长。下午好，大家。冬天保暖时期，但现在是夏天。现在是夏天。曼博吗？今天好像听说人超多的样子，大家会去吗？但是今天还在下雨。午安，嗨嗨，毕竟是第一天，对啊，第一天的话，感觉有什么要抢的东西，都在第一天。今天肯定都是人，空邦哇，空邦哇，发票吗？发票还没对，但我觉得应该不会中，我觉得应该不会中，明后天会取，今天 pass。明后天是假日吗？是耶。八月要去日本，这次曼博也可以不用去吧。
为什么去日本就不用去？你说去日本买就好了。中午好呀，嗨。比较便宜，但不是说要那个嘛，日币再升，又要升回去了，是吗？慢慢的。去日本，去日本玩吗？去日本，跟台湾比起来还是便宜。什么豆粉？豆粉是什么？谁会这样子加？谁会这样子加？刷信用卡派的，希望八月可以再低一点，希望日币可以再低一点。贪心，人就是贪心。我也是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换欸，因为好像刷卡蛮方便的。中午好哟。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促进外国旅客多消费。谢谢阿北的一颗心。我在想，我现在要教一个东西，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是已经过了10分钟，采买清单没有哎，就是反正都是逛了就会想要买。简短的文字，看到就会心动了。对啊，而且通常就是，反正去了又会多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还不如去了在那边看。虽然还是会稍微看一下，但是不会特别写起来，就是会稍微看一下。可能如果到时候去了还有记得的话，应该就会买。但是如果忘记了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会忘记。除非很紧迫，对，除非有那种一定要买的这种，
好，我就拿了这个，因为有两罐胡萝卜，又是这个胡萝卜。蔬果汁，谢谢 Rainbow 的啾啾牛。对，很像波米的那个，很像波米的那个萝卜胡萝卜汁。早安呐、啊，好早哦，好早哦。配合我的作息嘛，这个作息就真的是刚起床，好好刚起床哦。今天没有胡须章吗？不可能两天都吃胡须章吧？现在就我的早，对的，现在就是我的早，很早很早，今天已经忙翻了。自己准备晚餐，反正我等一下得出门，所以好像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要思考等一下要吃什么。准时六点，对的，准时六点。自己吃还是跟钱一起吃？不知道哎、欸。中午好忧，中午好忧，下午好。大家都吃了什么？大家吃，大家应该还没吃晚餐吧？大家午餐吃了什么？让我参考一下。公司的饼干，睡起来中午三菜一蛋，午餐吃自己煮的面、水饺、小笼包，小笼包，好难哦。蘑菇浓汤加白饭，浓汤加白饭。泡面，今天也吃泡面吗？今天也吃泡面吗？先喝这个。垫个胃，谢哈溜的小暖阳，中午好哟。
看书要有意哦。它是无加糖的，但它超甜的，说就跟波蜜一样，超甜的。刚才那瓶对的，还没有开。本身的就很甜，我也是，我有甜吗？我有甜吗？直播间没有出来好久，嗯。毕竟我已经也完妆好了，这已经是在洗脸那个过程已经做过的事情。我来上有直播不好说，直播是另外一个状态，直播是另外一个形态。表演的那个才比较像是偶像。直播是一摊的偶像，我真的觉得直播真的很难。直播真的很难。现在有谁直播是很偶像的？直播真的很难。事情都还很。就是他，蔡恩也就是他。还蛮有新鲜感的，应该新鲜感哦。你说他们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是吗？先写业配歌，他我记得有一次在公演的后台休息室，就有人放了他的那个先写业配歌这样子，在他也在的那个空间放那首歌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崩溃。测试现场，对，他人蛮还蛮好的，还让他这样一直播下去，这样。
没有什么反应吗？有反应啊，非常的非常的羞耻的反应，请他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我忘记是谁在放，反正就是在那个，所以是大家在化妆的时候，就有人就这样拿出来，然后这样放在那个化妆台前，然后放声音这样子。前辈欺负士气生，我是真的觉得蛮坏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很不开心。但还好，他都愿意让各位留档了，所以应该就是没有到这么的不喜欢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的话，就说大家死都不能留档。讨厌自己的直播是吗？只有我讨厌自己的直播吗？我觉得是人都会讨厌自己的直播。只要是人，听到自己的录音的声音会觉得很诡异。只要是人，还要看自己的声音，还要听自己唱歌，听自己不知道唱什么这样。看自己的回放，就是说，想看的话，还回去看自己的直播档，那他一定是对很自爱的一个人，我不是，我不是。自恋的人才会回去看自己的直播吗？不是自恋啊，就是说蛮喜欢自己的吧。我是没有很喜欢。是工作的成分比较多才会看吧，就是不需要的时候。我不太会，对，就是会忘记这件事。会去看自己的直播档的话很厉害，因为老实说也是一个时间啊，一个直播好歹应该也有2个小时吧。谢谢果丹丹带你去流量。今期は何のアニメを見てますか？今期はまだ見てません。交完东西。推しの子2期とか2期もまだ見てません。そう、完結する前に見ません。今期まだ終わってないのでまだ見ません。
下班了，下班了，做什么功课？可能演三井路的我会干嘛？不会耶，有时候偶尔会看啦。公演的三井，我偶尔会看一下片段，就是比如说。上个月好像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会去看那个那件事情，或是某个地方好奇，就是看起来怎么样的话，会去看某个地方，我不会全部看。そう、終わったら一気に見る人、そうです。就看你们引言到底喊什么。不然会被切掉，要有人会看其他成员的片段还是自己会看。有了 LINE 跟电脑版跟手机的，就会忘记哪些讯息有看过。记起来，记起来。2点半。不是会同步吗？就是我在电脑已读了之后，这手机里面不就是已经已读了吗？所以要再确认一下有没有漏看掉，看到。网页看过，可是手机的限动红点还在，对，会消掉。而且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电脑版有登入 LINE 的账号，所以有时候它 LINE 的通知不会跳出来，就是会可能它会跳在电脑里面，所以它就不会跳在手机，就要点进去 LINE 里面才可以。看到有新的讯息这样子，电脑的要登出，可是它会这样一直去登出吗？谢谢千纸鹤，午安。
奇怪的设定吧。有时候 IG 也是啊，就是 IG 可能收到谁回复你的那个限动这样子，然后可能会它就会跳在平板里这样，我的手机就不会收到。就是为什么都是旁边的那些装置先收到，手机不会先收到？然后就是你不会知道有人回复你这样子，你要点进去 IG 才会看到有一个那个红，就是有那个数字在说有人传讯息给你这样。其他真的表示手机不能用，就很困难。因为有时候我用平板嘛，就是我可能用平板在看东西，就会从平板跳，但是手机就不会跳出来。手机就不另外跳，不知道哎，好难。那个通知这个东西好难设定。手机有拿很久吗？手机一直都拿蛮久的吧。就可能我上一秒还在用手机啊，我就现在就正在用手机，但它就是会跳到那个平板，平板就会突然亮，那个画面就会突然打开，然后说就是 IG， 然后说谁谁谁传的讯息这样。然后因为我就可能在沙发上滑手机，滑一滑这样子，然后就会看到平板突然亮起来，然后通常就是要么就是 LINE 的通知，或是那个 IG 的通知。今天外面感觉风还是很大。手机的优先顺序比较低，对啊。台北还有暴雨吗？暴雨的话我是不知道哎，但好像只有听到风声，但因为我就说我家的窗户很那个隔音，所以听不太到外面有没有下雨。但刚刚早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客厅好像有在下雨的那个声音。现在好像听起来也没有很大。游戏是什么？台南台风还没走的感觉。没啥风，真的吗？拉面游戏。游戏。游戏拉面是哪一家？谢谢华为的告白气球，还是要带伞？对啊，我会带伞。7月23po在兜粉的那个拉面，我来看一下。有 Aki 想吃拉面的现场哦，这个间是游戏哦。那间叫游戏哦，真的、哦。你的碗上面就写着一个“洗”。但我记得他名字没有洗啊。
不记名字，我吃拉面不记名字的，所以有时候大家都会说哪间哪间拉面很好吃，我都不知道是哪一间，然后哪一间不好吃，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间，就是说我不知道。好像在科技大楼那里。这个啦，这个什么鱼姐哦，是吗？虽然它是上面有洗啦，但不能问我这个。台南的标记吗？不会，我真的不会记得，而且老实说我真的没办法分辨拉面好不好吃，但我觉得是好吃的。只要我不觉得难吃都是好吃。但有时候大家都会说这家真的很难吃，不懂那些推的人的，就是推的人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很严格，我就想说就是也没有到这么难吃吧，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说什么好不好吃的。我都说蛮好吃的，但是大家就会说什么那家真的很难吃的。真的哦，豚骨会有一股，因为我就觉得依然不是我的菜，我只能说依然不是我的菜，但大家也说依然很好吃，但是我只能说依然不是我的菜。可能 有一部分可能是我没有到很喜欢豚骨，也说不定。但我觉得之前吃的那个敦化还是哪里东区的那个蛮好吃的，那个豚人，哈哈，豚人蛮好吃的，至少他的豚骨好像我吃得下去，不是好像是我吃得下去。相信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之前跟刘晓晴跟林雨他们去的那个拉面店，在忠孝新生，什么千云，大家也说千云很难吃是吗？我就觉得哦，就是鸡白汤啊。豚筋其实也蛮好吃的，就是有点台的感觉，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台。吃起来有点台的感觉，对，我就觉得大家好严格哦。鸡精也蛮好吃的、啊，对我来说。然后之前还有什么？那个台北车站五藏是不是？五藏，我也觉得还行啊，还行。只是我忘记我吃了什么，好像还是花月兰之前在那个统一时代百货有吃过，就是拉面，就是拉面，就是拉面的感觉。五脏，对，但我觉得前几天吃的那个鱼脏鱼记蛮好吃的，我吃好多。昆布水爆了，然后我觉得那个五只神，为什么我每次都会想到那个对，市政府那个虾的那个面。拉面我蛮喜欢的，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虾，所以我觉得那个很香。但就是你走进去之后出来，你会整个人充满了虾的味道。我没有吃过2位，因为好像听说那个都要排很长，对，整间都走进去就会有那个满满的虾味的。但是我可能因为我很喜欢虾子，所以我就觉得蛮好吃的。那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
还意外的重口味吗？就那种好像都可以，这种重蒜味，这种虾都可以吃，但是酱油倒是就是好像还是有点咸，因为我去吃那个什么鱼介的时候，好像酱油是最招牌吗？还是什么？酱油应该是最主要的那个拉面那样子。那我点了盐味，马上盐味就是吃起来很无聊，对各位来说，对普通人来说，大家都觉得盐味真的是很普通。酱油，重口味但接受不了豚骨。豚骨要看，就是说有的豚骨我可以吃。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叉烧吗，就是有一种烟熏味，就很香，吃起来有种生火腿的感觉。那个叉烧还蛮好吃，有空可以去二五，现在不用排，而且重点是它不贵，就是200有找，除非你可能加蛋或是什么的话，可能会贵一点嘛。但是就是很少看到那种200以下的拉面，而且它免费续一次面，就是还蛮划算。只是它店真的好小，就是可能要排队，就是要排队这样子。我们那天去了，好像排了一个小时。晚上说，豚骨塩，醤油どの味が好き？塩か、鶏か、魚。现在200以下很稀有，对，超稀有的吧？我现在看到的拉面基本上都快260、270，基本上大概这个价位，260、270，便宜了100块。因为有时候大家就会说什么要不要去吃拉面，然后就觉得想说，就是一碗面要花200多块。要到300块，我就会觉得有点吃太好这样。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对，但是就是主要基本上看到的拉面店都是基本上都要那个价钱。関東の文化ですね。そう。魚介か塩か。鸡白汤要怎么念？对，所以大家推的是什么？大家推哪一间拉面店？我记得我之前发了，那个我也去国馆吃了一间，但是我也不记得那个叫什么。常常点碗面加点东西就400了，对，真的很贵。虽然拉面店基本上都不用什么服务费，谢谢 Rapper 带你去流浪，但就是蛮贵。我来看看地图就可以想起来。道乐商店，道乐商店没有听说过，在这附近。这一只雪是这里吗？一只の穴。好像去自己一个人去那边吃了鸡白汤，我就觉得也蛮好吃的，啊，就是说我好像也分辨不出来。就在西门，你比较喜欢吃荞麦面，台北的话你喜欢鸡精，鸡精也蛮咸的，啊，一只血底不行，一个人到处吃啊，也没有啊，就是说。所以说，因为拉面店就是很适合一个人进去吃。还有什么啊？那个什么，中山是不是有？中山跟西门啊，鸟人是吗？鸟人拉面，我觉得也蛮好吃的。还是说，
其实我觉得鸡白汤吃起来就好像就是那样，就是吃起来好像就是那样。通常是拉面战场，点餐有什么讲究吗？没有，就是看评价，看那个 Google 评论，然后看大家都点什么。没东西吃你才会去，就是说我吃都觉得还不错，就是如果你要说要不要再去吃的话，就会有很多原因不再去吃。就是说比如说有点贵，不至于到想要再花一次这个钱去吃它，但是我是觉得它是好吃的。我那一的鸡白汤，对，基本上我拉面店都只去一次，都只去一次。当然都是点到豪华的。对，我觉得我如果对，有一部分都是觉得就蛮好吃的，至少吃得完我就会觉得是好吃的。但是没有吃不完的时候，就是说我都花了那个钱，我一定会把它吃完，所以基本上我能吃得完的拉面我都把它当作是好吃的。之前去中山还有吃一间，我看看台家面应该是高评价，就但是我觉得就是果然就是第一次的那个面是最好吃，这家的面就会可能因为面刚煮完，就是没有的那么入味。看看好像在这里，一灯面屋一灯，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不好吃啊。现在很少见面都直接吃两碗。豚酱面就不要，都不要，我根本没有难吃的吧？我现在觉得难吃的吗？现在觉得难吃的，就是没有不好吃，就都是能吃啊。不好吃哦，不好吃的拉面，就是说不会留下这个印象，不会留下这个印象啊。听君一席话，会吃家系吗？有菠菜的，没有吃过，不知道差在哪里。之前吃过一间在西门，这个热面屋就还好，这样，就是还行这样。横滨家系、大和家，感觉我会觉得家系太咸。家系是什么汤？菠菜鸟蛋海苔，就是菠菜跟鸟蛋都没有特别喜欢。对，我觉得大多数都嘛，可能就我都吃啊，我都吃，就是我对面汤面这种东西就是。面很烂的我也吃，面很硬我也吃。就是小吃店的汤面也都是那样，就是好像不会有什么这间很难吃这间很好吃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吃个饱足感的感觉，至少有吃饱这样就好。对面类接受这样，对，我在想是不是还是我本来就蛮喜欢面，所以只要它是面，我就觉得就蛮好吃。
跟面会去吃，我很喜欢宜兰的那个肉羹面，肉羹面板条什么的，可以选面硬度，我都怎么选？我都选正常。但可以去吃牛肉面，牛肉面也吃啊。人王家丸宗，我完全没有听过，太多太多。麻酱面我吃得了吗？很干，嗯，吃得了，但是真的就蛮干的。所以每次人家都要发表那个拉面店的感想，我都不发表，因为我就觉得说，嗯，对，我就觉得说还是不要发表什么好了。嗯，对，因为我就是我都觉得都还行啊，但别人就会说很难吃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有到这么难吃吗的那种感觉，我每次都会有一种。知道这么难吃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就我不会说到好吃啊，但我就会说还行。但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很难吃什么的，就是会把很难吃讲出来。但是我都会觉得不至于到很难吃，因为很难吃的话，通常第一口你就会觉得很难吃，就是第一口就会觉得这是什么味道之类的。感觉很难吃，我对很难吃的定义大概就是这样，第一口就觉得很难吃的。但我能把这个东西再吃第二三口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就是能吃的。如果说难吃，会想问难吃的点，但是他们都会说啊，比如说汤怎么样，或是什么喝起来怎么样，很咸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们会有一种他们的那个奖品这样子。什么料理我会说不好吃？我真的对这些东西都还好，不好吃哦，不太会有对食物说不好吃的时候啊，就是要么就是，要么就是。想不到，生食系列，连便当的菜都不会有。便当哦，我会便当的话好像会，就是说这个菜有点老这样，菜有点老有点油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很好吃。爱心便当极度嫌弃，那个就是只是把一些东西放在那个便当盒里面的便当啊。拉面的评价也是这种感觉，你说过熟还是太油吗？但我常常都在想，就是便当店就是那样，就是那个菜都会有点黄黄、灰灰、黑黑、深色的感觉，然后就会看起来没有食欲不佳，就是看起来不会让你有想吃的那种感觉。但是有时候高丽菜它就会弄得很黄，就不知道为什么高丽菜可以弄成这么黄，然后烂烂的，然后就会这样不想吃。而且有时候吃便当也不是便当来就马上吃，就是会放一阵子，然后就有的便当就是冷掉是真的很难吃。对，而且有些就是可能它也没有保存的很好嘛，就没有这么的可以放这么久，有些油会凝固，便当不就是要趁热吃？所以我都觉得那些可以放到跳完公园再吃的便当就是好吃的便当。
三色豆可以吗？不行。很多拉面店的叉烧都没有味道吗？不会耶，不会耶。哦，我只会对这碗面觉得很空虚的时候，我就会没有很满意，就是好像没有吃到什么，然后就吃完了，然后又很贵的时候，就是会没有，就会觉得还好的。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对，吃了个寂寞，吃了寂寞。最低要求就是吃得饱，最低要求能吃完会是满足的拉面店都是好的拉面店。便宜又大碗，对。有些拉面店很好吃，但吃完好空虚。对，每次都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胃有点太大，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说吃完很饱，但我每次都觉得好像还好。但是老实说，就是有种哦，刚刚吃过了一餐的那个感觉，是有这个感觉，只是说不至于说很饱这样子。我有帮他吃吗？我有帮他吃啊。而且就是那不是说加叉烧免费还是肉加量免费的，然后原本刘小晴没有加这样子，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说，你可以加免费的，可以加，你可以给你朋友吃这样子，所以他就后来就加，所以后来他的叉烧就是我帮他吃掉的。就把它吃掉。可它胃最小，没有吧？应该林依云比较小。他竟然不讲，因为他想要吃叉烧饭，所以他就想说，他本来想说他只点叉烧饭，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他有写要一碗面的定销，就是你一定要点面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只去点一碗叉烧饭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所以我要吃一碗叉烧饭，又要吃一碗面吗？说，我说，看起来是啊。还想去拉面店只吃叉烧饭呢？没有人跟他分吗？但我觉得那个叉烧饭还好。还好，就有点干，就是那个酱汁没有很多，就是饭，就只有饭跟叉烧的感觉。你也没办法吃完面再吃叉烧饭，一碗饭就要17。但一碗饭贵的话，确实好像，但有的他叉烧饭都是那种60。钱，用到汤里变泡饭。我之前去吃在什么公馆还是哪里？公馆还是台电大楼？让我来看看这个长乐面屋长乐。我觉得叉烧饭还蛮好吃的，新开的店，讲一讲，好想吃拉面。谢谢继承的戳戳你，凌云就是这样。我那天兜粉更新了拉面，然后那一天去公司，凌云就说。好想看你吃完了拉面，好想吃拉面。然后刘晓晴就问你是今天吃吗？我说我不是今天吃的。你就是好想吃拉面，然后他就在便利商店试图要找拉面，但是就是没有啊。
感觉明天可以尝试。刚吃鱼，所以没有很疼，好好笑。为什么我会发别天？因为就是说，就先拍了，但我本来也没想发，但是就想说可以发个文这样，所以才把。就是我有时候会拍食物的照片，但我不会发，就是我不会吃完马上发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拍一下那样子。所以很多时候那些食物都不是当天吃，就只是先拍的，然后可能也没有要发，我就会把它删掉。那个食物图看起来真的蛮随便的。而且因为我就是都是随便拍拍，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结束。我不是那种还要这样，这样拍食物，我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开始吃。所以就是说那个照片就是随便拍，完全没有在构图，没有，就是有拍到食物就好了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说我很敬佩那些食物来了然后要先拍十分钟的那些人。就是说去哪里吃饭都要拍食物拍好久，拍甜点拍好久，我应该会受不了。我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吃，这样什么时候可以吃。好想吃，什么时候可以吃。跟我一模一样，就是尤其是可能跟成员出去吃饭嘛，那如果有的人就是会记录食物的人的话，就是等他拍完这样再吃。踩点拍照拍一个小时的，踩点是有的人可能很要求要同个角度啊，那就确实会花时间。但我的话就不是，我的话就真的是踩点，就是我有到那个点，我吃那个东西就叫做踩到了，没有那么要求。就是这是同个食物这样就好了，就是同个食物，对呀，不至于到说要坐同个位置、同个角度、同个东西这样。我推荐大家去吃那个。我拍年历的那间的三明治其实蛮好吃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但是那个三明治其实还蛮好吃的。只要到同一家店就好吃的随便。那家叫什么？那家好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东门那里吗？还是在东门跟大安森林公园的这个边边这样子，有一间，就是里面有很多这种黑胶唱片的一个咖啡厅。对，他可以去听那个黑胶，就是他有旁边有很多黑胶片那样子，然后他有一些是可以让你播来听的，然后有一些是就是你可以参观这样子看一看，感觉很复古。只是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三明治就是了。因为有时候我忘记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是什么，他好像有时候说是期间限定还是什么深色 ，yes， 好像是这个名字。我保证有，对，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卖那个三明治。对，我们应该是只点了三明治跟一个，因为三明治它有两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有两个这样子，所以就我跟摄影姐姐这样分着吃，这样就她一半我一半这样。不然的话，一个的话其实蛮大一份，就是说其实蛮大一份的那个三明治这样，但它切对半，所以就是两个人一人一个这样。
然后我点了那个拿铁，然后他点了，好像他点了什么奶茶还是什么。中午好，中午好哟。那你要先吃拉面还是三明治？那个三明治比我的脸还大，是没有这么大。但就是说，一口很难，其实因为它太厚了，就是老实说超难的。要是把它吃得好，真的是很难。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吃？耳机是那边的吗？耳机是那边的，都是那边的，那些照片里面都是那边。三明治外带当点心。不是，就是说，对，要怎么吃才好看？就是因为要咬到全部的话，就感觉会很那个，很好笑。你都拆开来吃，他都帮你包好了，你还拆开来吃？对，那天的行程是下午先去旁边的某间咖啡厅拍照，拍那个吃蛋糕跟的那个照片，然后后来又去了那一间拍照这样子，然后最后再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最后再去松岩这样子，回到松岩这样子，然后是一起拍的吗？应该不是一起。好像是一起拍的吗？然后回到松烟之后，换了个东西吗？然后我记得是分两天拍的，是分两天拍，所以冬装那个是晚上拍的吗？同一天拍的，晚上就是换衣服，然后换了头发这样子，然后就去星光三月那里拍那个冬天的照片，这是同一天的行程，同一天的行程，这是晚上。晚上大概10点的事情，冬天的，那没有发，因为错过了这个冬天，他可能说不定会在今年的冬天的时候看到这一组图，也说不定。这是同一天的照片的样子，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同一天。那个冬天，对，冬天快来，这样子我12月的时候还穿短袖，是不是其实好像还是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很冷啊？今年冬天有机会发，不知道哎、欸。但我看起来其实没有很冷。那时候其实好像还是很冷，对。对，我那时候拍的时候印象好像没有很冷，所以我才穿了短袖在外面这样跑来跑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圣诞树了，这样子。但是冷到1到3月，因为后来那个我不是拍那个水手服那个，也是没有很冷，因为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如果很啊，好像记得那一周刚好回暖这样子，刚好回暖，就是说前几个礼拜是刚好变冷这样子，
然后下礼拜又突然回暖的，然后就说哦还好回暖，不然的话穿水手服的话感觉会很冷这样子。穿那个短袖短裤，然后去早上的时候去向日葵那边拍照这样子，感觉会很冷这样子，就还好那一天就是蛮温暖的。现在十二月超热的，就是说偶尔会冷一下这样，就是说忽冷忽热，就会突然冷一下，然后突然又变很热，突然又会冷一下这样子。因为下雨的话就会很冷，但出太阳的话就还好，所以我姑且还是有穿外套去的。就是看起来整个看起来很像夏天的一组图，其实是冬天拍的。辈子都不知道该不该说。谢谢张和喵喵的摇起来。摇起来，摇去哪？要摇到哪里去？对，我前阵子还看这个 IG， 然后前阵子的 IG 它的页面。就是我不是有这些白框吗？它有一阵子，它的白框上面会有一个灰色的渐层，这样往下的一个，就是这个正方形的上面这一条会有一个灰界，会有一个很灰色的渐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烦躁，这样。然后它现在没有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因为白框嘛，就是这样白色都会这样拼在一起。但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每一个上面都有灰色。那个 APP 就是 IG 啊，就是你 IG 这样打开，然后就是它那个时候就是这里上面这里都会有灰色灰色灰色，然后这边会有灰色灰色灰色，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这是什么更新吗？就是很难看，就是会害我的排版，就是没有这个白框的必要性这样子。还好它现在又突然就又回来了白框。为什么你都没有看吗？还没有注意看吗？我也是某天突然注意到说，哎，怎么上面会有灰坑？然后我还去找其他人的看，但是因为其他人他们都是满版的嘛，就是他们没有白框这种东西，所以看不太出来这个照片上面到底有没有灰灰的。但是因为我有白框，所以上面就是这个四方形这边都是白的，但是上面会有一层灰的影子。就很明显，我就想说这个是要干嘛这样子，但是他后来就又会回来了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想，害那个拍板看起来很奇怪，很少像我这样，对，很少人像我这样，因为很麻烦，就是说老实说真的很麻烦，就是我修了一张图之后，我修完之后我就要把它再丢到另外一个 APP， 然后再把它加上那个白框，然后加上白框之后你就又会觉得这张照片看起来太暗或是怎么样怎样，然后你就要再调一次，就要一直在调，再调一次，所以就会说我每次发的无白框的照片是第一个色，就是第一个色调，这是我修完的这个色调，但我丢进去白框之后，我会再修一个色调，所以大家看到无白框的照片，有时候会有点色差，就是因为有白框的这个色调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原来这么多道，所以我就是原图，就是说原档的图选了十张嘛，这样选出来十张，然后进去。没读说就是调色，然后修图这样，修完之后就会再多十张，然后再加去白框里面，就会再多十张，所以这个照片会最后这样全部删掉的话会少30张。
懒得修图，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因，很麻烦这样子。而且就这些弄完，还要就是想文案要打什么这样。但不能要常常删，因为就是说我不删掉，我会忘记哪些照片我已经修过了，所以我一修完这些照片，我就会把原档都删掉。其他白光是一样的，不会一样哎、欸，就是因为你原本的图就调亮这样子，但是因为你不会看到外面的那个白框，但是你看加了白框之后，就是外面的白框，因为它是白框，所以就是会很亮，你的照片就会显得很暗这样。收藏的功能嘛，有啊，有那个隐藏的功能，先把它隐藏在我的相簿这样子。比如说这种拍生写真啊，拍几个月这样，我就会先把后面的几个月全部都先隐藏起来，就是它不会出现在我的最近的那个相簿，就是它不会出现在里面，所以要找照片的话就很快，就是不能用的照片我全部都先丢到隐藏的。然后可以用的时候再把它挖回来，然后开始选图，然后修这样子。不然的话，你知道相簿有太多照片会使得我更不想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啊，好多照片哦，好难哦，好累哦，算了吧。就是最后就会变成这样，就是说啊，要修哪些照片啊？有点多，算了。年历的那个图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因为年历的图真的是有点太多了，就是在这个咖啡厅的照片太多了，这样跟在这个咖啡厅的照片又有这么多，就是它其实是同个造型，但是因为有很多场地，所以这个照片有各自很多。然后因为我就是老实说，我很不会选照片，就是我就会觉得说这张很好，什么什么十张，然后就想说那要这些全部的场景全部缩成十张，还是就是这个场景十张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思考，就是要思考很多事情，所以就会想说那就让这个咖啡厅的这些系列先抓出来，这样就是先抓这一系列抓出来的，可能有个30-40张这样。然后从这30-40张里面挑10张的话，对我来说就比较简单这样。要在就可能说200-300张的里面选10张，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大多数的时候会先把它分区，就是说先分开这样子，然后再来修这些，再来选这些照片来修。反正日历可以放365张，还是姐姐会阻止这件事情发生。365张，其实这次那个图也已经算多张了，你知道吗？本来好像没有要这么多张了，本来是应该没有要做双面还是怎么样，就是本来的照片其实是砍半的，就是没有量没有怎么样，但是因为你知道有点拍太多有点拍太多了，你知道就是说好难的。然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多了几张，因为其实12个月的话，12月乘2的话是24张，但因为就觉得24张有点，就是有些照片会比较可惜，就可能没有用到，比较可惜这样，所以就又多了可能封面跟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可能又多了几张的双面。那个尺寸是有点难算，就它是细长的，就是我当初没有想到它会这么的细长，就是我以为就是会像明信片，因为我们当初看的时候。当初看的时候那个尺寸是明信片的 size， 就是这样这种 size，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看到实体的时候长这么细长，然后说原来它是这么细长的吗？因为我照片修的时候看的感觉都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收到实品的时候照片会裁嘛，
然后就变成这样，长长。我说原来才会是变成这样子的吗？这样。这样做成一张大张，对，就是跟那个，因为上一次那个上上次21岁的时候的生日会的周边，就是把那个生日会的衣服拿去棚拍嘛，因为上一次赶不上，所以说变成延了一年那件衣服拿去做周边这样子，然后就去棚拍，但也是就是拍了就也蛮多张，其实没有很多张，但就是说在那个棚里面也拍了蛮多张，只印3张明信片，我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有点浪费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说什么那个大家入场的时候外面可以放一个这个很大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放了一个在那边，选了一张照片放在那边，然后又印了海报给大家这样子，变成好人倒掉，真的就是有点困扰。产品没受影响，没有受，就是有点看不习惯而已啦，毕竟因为我本来看到的 size 是这样子，然后突然变成，而且因为有些照片我本来以为它会放横的，结果它把它裁成直的的时候，说原来这张照片变成直的了吗？的那种感觉。这张图现在在公司的墙壁上，没有参加的那年生日会。就是说生日会就是说就是去了才知道，大家的生日会都是这样，就是你去了才知道，你没去就是要么就是会后悔。大多数的生日会都是这样子的，人生都是早知道就去了这样子。早知道，但今年也很棒，谢谢。我还是有尽可能的让生日会的衣服看起来比较有舞台感，尽可能的。就是虽然那一年的衣服，因为那真的是就是定制的，所以真的就是很豪华这样子，但是就不可能每年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说还是会怕有那个落差，所以就是今年还是搞了一个就是可能帽子啊，就请姐帮我改造一下，让那个整个看起来比较有舞台这样子，然后有一些钻就是带一些东西这样，看让它看起来比较像舞台装这样子，不然的话就很怕它看起来很日常，就是很日常这样子。所以那也是我第一次买什么皮裙，就是因为我觉得皮裙实在是日常有点不太能穿，皮裙，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穿到那件衣服。有啦，我拍那个考伊娃子大的时候，又有把它再挖出来穿一次，因为我就想说好像就找不到时机再穿那一件衣服，所以就一直放在衣柜。皮质服装还真的，而且很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说啊，放进去洗衣机洗会不会坏掉还是烂掉，但我还是把它丢进去洗衣机里面洗，就是因为就很麻烦，还要思考能不能洗，我就觉得好累哦，真的是想说算了，就把它丢进去洗这样。因为有的就是说什么皮的都要什么怎么手洗啊，还是什么就是泡水这样，稍微的这样轻轻的挤压就好这样。我想说好麻烦啊，我就全部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但是没有洗完是看起来是没有问题，因为那时候全新的时候，就是我买了这些衣服这样，然后全新的状态，我不敢拿去洗，但是其实裙子就蛮臭臭的，就是有那个皮的味道，
然后就想说啊，要怎么办这样子，就只能先把它拿出来通风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晾这样，因为就它有一个那个皮的味道，或是染剂的那个味道，然后就觉得很臭。但又不敢洗，因为我怕洗了它会坏掉，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洗。为什么会皮裙？有机会再看，有人有兴趣吗？有人有兴趣的话，是可以有一部拿出来穿，我也是觉得蛮好的。现在没有皱掉，没有皱掉。其实它压一压，它就会回到那个本来的形状。为什么会好想要再看到那顶帽子？可以啊，我是有，估计有收起来，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钻会不会脱落。但是姑且是都有留着这些东西，有留着。想看想看，衣服买了就是要多穿，可以的吧？10个月，可能那个胶已经就是不粘的，这样已经脱落，这样也说不定。毕竟我没有拿出来，没有再拿出来看过。再洗一次应该不用吧？反正它就挂在衣柜里面。在台北，对，在放在台北。皮都会脱落，对，而且因为日本的那些衣服，它都会写说，可能这种皮质的会染色这样子，就可能你比如说你背白色的东西，然后摩擦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移色的问题，就好麻烦哦，这样就听起来好麻烦。他也没管太多，但是就是说日本的很多衣服很。应该是没有潮湿啦，应该吧。西装就放在包厢，西装是皮质的吗？早安，还有你有醒来，还好你有醒来，也是可以不用醒来的。皮外套，西装皮外套，听起来很热。大叔的告白气球，你有中发票46张。谢谢恶意大叔的加油呀！你有中发票？日常没中，我今年还没有中过发票。我今年还没有中过，签名最佳了，真的、哦。161张中200。我6月有6000块，有
花了6000块，买了什么？这是什么？5、6月，这是什么？哦，母亲节花了2000块。啊，这是什么？6月26。6月26在干嘛？很多发票的结果今年都没中，没有中。有纸本，但没有很多。79张中500，没有中诶。5、6月是46张，3、4月是42张，1、2月是41张，对，都差不多40张。108张中200，92张中1000，有止血一点。那我真的很少消费，我每个月都挺平均的，可以确定我真的吃很少。可能因为大多数有时候如果跟别人出去吃饭的话，可能就不会刷载具之类的。通常这些载具都是便利商店的。今年只有1、2月中400。我1、2月的时候2500，3、4月2700，5、6月6000，就是包含了那个母亲节跟应该就是出去吃饭然后先付的那个金额。比较大，对，一天买一次好像，对，通常都是这样子。那种70块，这是什么？便利商店统一超商，然后饮料店，然后 Seven 饮料店。饮料店跟饮料店，麦当劳，对，麦当劳应该也是有，我都有刷，能刷我就会刷。但是网络上，那大家刷很，大家很多载具，沙布味。饮料店，这也是饮料店，这个也是饮料店，这是什么？啊，便利商店，便利商店，顶好，2个月40多张，真的算蛮少。这也是饮料店，很多饮料店。保送名额，保送名额是什么？中好几千的都怎么中？对啊，这真的是运气吧。摊子倒霉想，那大家知道自己是保送场吗？还是大家不会知道？大家会知道自己是保送场，不知道。够盘就会知道。啊，保送要等最后。啊，你说底转的数量，但大家不知道大家转多少。
吃猪仔专用，能看到抽出会破产。加开了三个，加开了三个。会看先猜，会看先猜，最多的有600还是500没中半场，这保送了吧？破坏市场行情，对，但我也不知道各位赚了几转，已经中了又中吧，应该不会重复吧，因为他那时候。我看了一下那个他的设定，说一个人不能重复啊，应该是不会重复。然后是周哥，周哥感觉应该转了很多人的，我猜。当然是排的，除非双张，那有一张就好了吧，不需要有两张吧？什么什么票根？签票跟要两张干嘛？执着的人什么都可以执着。一二乘以五张，一二乘以五张加刚刚那个通知说有五个人增加三个保送上。刚刚看了一下，官方的兜粉，官方兜粉是这么说的。这是一张票根，26个人都中，那会超级的，超级的。换几张数位照片，但还是对啊，抽奖就是这样子，抽奖就是这样子，票根上痕迹，重复中就所有成员签同一张。哦，你们说你们如果去抽多重的？然后你们那个票根上面就会有很多成员的签名，是吗？嗯，是。你看到最多的是要签8个人，那就是那个人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先说不要签太大，就是要抽这么多人，就自己想好啊，自己想好。好奢侈，对啊，好奢侈的烦恼，还怕成员没地方签，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玩法。签不下的话，你的票可以借他签。他都要满版叠在一起，他要签很大一个占据版面，
事前提醒成员不要牵太大，那也要看他愿不愿听你们讲的话。人都是叛逆的。有吗？有人会来找我签重复人吗？签越大，在心里就越小。想看叛逆的签名？叛逆的签名是什么东西？还是我签到小到看不到？他就说：“这是我偶像的签名，然后看起来很像那个假的这样子。”哼，签很大也可以，而且如果是奇异笔的话，肯定是看不清楚吧？现在没有。签太小还以为是不小心沾到，对，那就我会很贴心的帮你们签小一点，如果你有要重复找成员签名的话，我会很贴心的帮你们签小一点。我人还怪好的，对啊，奇异笔肯定是，如果是粗的，那肯定是会糊在一起。点一点，签完了，签完了，这叫做真的把钱丢到水沟里，真正的什么叫做把钱丢到水沟里？签完了，你的票根。很多就不写不想，这是署名是不是本名？不知道哎。还有 VIP 的签名，反正还有其他人要签，就不要计较了。对，反正都要到了才会知道是怎么签呢。天使越过了，期间限定一个月，在走心边缘疯狂试探。戳大家痛处。不贴心，很不贴心，我很贴心啊。
怕你没位置签。应该很放松，应该已经是下班的状态了吧。花心也不用你走心，不一定啊，不一定啊。花心的人就是说丢就丢，哪里好就哪里去，才是花心的人。哪里好就会去哪里，才会变成花心的人。只是博爱不是花心。花心跟走心不一样，哪里快乐哪里去。对，哪里快乐哪里去。立志当个花心的人。谢十一的戳戳你，谢谢。谢华伟的浪漫夜空，我还是喜欢专一。要说的话肯定是，但你们可以不用，没有关系。要说的话肯定是，但是你们可以不用。事到如今才说已经来不及。不用喜欢没关系。有这样的人在就好，我不强求，不强求，不强求各位。不强求会被喜欢。哪里好哪里去，随波逐流，蛮好的。卡姆里的荧光手环，不被讨厌就有荧光，小心被讨厌。那个排名
排名有在上面都算是专一这样子。一直都很小心，如履薄冰，小心点，小心点啊！在我这里好像不太有用，要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吗？那肯定是没有什么用，是一个心情上的问题，是一个心情上的问题。没有一些快速方法，没有。就说很厉害，对，可以只推我的话，真的很厉害。只能这样讲，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口头鼓励嘛，但没有纸推，我就不用特别讲这句话，这样子。就不用特别讲这句话，对。明明就有推其他人，就不用特别讲这句话。不得不说，毕竟公演就是有16个人，就看着看着，总是会看去其他地方。看超多人这样，对的。你可以直接跟我自我介绍，说你有在看谁谁谁这样，我会理解，我会非常的理解。哦，你有在关注谁谁谁谁谁谁跟谁跟谁跟谁这样，哦。蛮好的，稍微能感受那个人的偏好，多少还是能感受到吧。很多有很多种偏好啊，比如说他就是喜欢后辈，但不喜欢那些老前辈这样子，就是他只喜欢后辈的这种类型也是有，跟就是只喜欢前面的，他就是不喜欢后辈，这种类型，这种看奇数类型的，跟看那个个性类型的，跟看外表类型的都有，就是有分很多这样子。蛮喜欢老人，不可否认。CP 处。CP 组很少，CP 组通常都只是喜欢一边，然后顺便而已，顺便就说哦，凑在一起，稍微看一下好，但不会到两个都喜欢，通常都会偏某一边，但两个都在的话蛮好的，这样分开的时候就。
有这样凑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加分，分开之后他就对你没有兴趣的 CP 出。就是凑在一起的时候还会看一下，但是你只要一分开之后，他就会对你完全没有兴趣。哦，要六点了，各位。这么极端的吗？也没有这么极端，就只是很明显那个上心的程度看得出来。思考晚餐，晚餐就是等一下就会思考的，出门就会思考。可以验证，验证看会不会出掉这个某一方的圣血真相，只求合照跟单人的，另外一边的就不需要的。太唯粉了吧，不好说啊，放偶像就是会遇到唯粉。我的生写真是货币，不一定啊，说不定就是不喜欢这样。看不上它这么贵，就是要卖掉。嗯，要从中间剪开，不至于要剪掉一张照片，就不要有就好了。我来看看这个排名，今天的排名。第十名是华为，谢谢华为。第九名是继承，谢谢继承。其他人真不好说。第八名是游戏希喽，谢谢游戏希喽。第七名是果酱家，谢谢果酱家。第六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五名是二一大叔，谢谢二一大叔。第四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三名是小伟，谢谢小伟。第二名是十一，谢谢十一。第一名是 Rebels， 谢谢 Rebels， 谢谢大家。两个小时，这个选择不去的状态，确实。辛苦了，下一次就是下礼拜了。下礼拜的话还不知道，应该七月底会再播一次，然后再来就是八月了，就要八月了，各位。辛苦了，下星期见。对，大家台风天风大雨大，会小心的，拜拜。拜拜，下周见。